你可以去见任何你想见的男人。我最近正在考虑离婚。我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假发，我知道那个男人跟陆贤之间的那点事。是爸爸。小板。这些和你老婆有关的照片一经曝光，不光你身败名裂，就是你全家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付出代价。我总要做一件对的事。